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啊！今天是刚刚落地在韩国首尔晚上直接就参加了一个 after party 啊，就是三星为全球粉丝的一个面基的这个晚宴吧。首先呢是到了酒店，签了到之后呢，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礼物。首先呢是给了三件衣服啊，前面印着三星的 logo 啊，它的背后是这次主要三星的这个 logo。目前这个图案啊纹样已经是遍布韩国首尔的大街小巷了。我从落地机场的一开始到我现在的酒店，甚至到满马路啊，都是这个公交也好的所有的广告都是这个 Flip 5，然后是折叠出展现出这个韩国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啊。到时候呢，我也会穿着这件 T 恤啊，直接去参加这个三星的全球发布会。然后呢，给了两张卡，一个是韩国当地的 T-Money 啊，就是这个交通卡，然后还有一张类似于这个饭卡，这个饭卡是三星安排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餐食用的饭卡。整体酒店是一个在江南区的一个潮流酒店吧，算是一个定位。然后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工作牌，这个牌你也要带着去参加它的发布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印着它这个活动 logo 的这个一个小帆布包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我打眼一看以为是 Fold 5和 Flip 5或者是 Watch 6之类的。目前然后我仔细搜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件三星的产品啊，就是这个啊，三星自家能激活25瓦快充的这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小300瓦，也挺贵，10000毫安时的啊，质感做工这个没问题，到时候后期给你们做个开箱啊。反正就是一个旅途文创的一些小玩意儿啊。然后呢，一个三星的雨伞，个手持移动的电风扇啊，这个风扇我也就不开了。还有是这个啊，他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餐具啊，这是一套餐具啊。吃韩餐的都知道，扁块和勺子都是这个小金色的。然后送了一个这个适用于 bus 这个方形 bus 的这个保护套啊，这个电池仓的保护套，这也算是限量的吧。然后呢是一个，也是这次 logo 的一个方巾吧，一个纪念方巾，我也就不展开看了。Flip 的这些粘贴啊，这个明显可以看出三星这个还是在 Flip 上，确实 Flip 折叠在全球所有折叠里边卖的永远是一直是最好的。所以说今年这个五变化这么大，他们依旧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所有大街小巷全部的广告都是，而且我的这个酒店外面的一个广告墙就直接能看到三星的这个大屏幕啊，这个屏幕就可以直接看广告，就强行洗脑。然后呢，这还有一个这个摆拍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在这儿拍一张照，我就在 Flip 里了。这个呢是后期他们会带着我们去各个景点里面，然后摆出这个 Flip 的这个造型来做一个宣传吧。然后呢，还有一份粉丝的这个邀请函啊，就这些。不能奢望太多，但是这个小文创的一些东西还是能看出一些举办方的一些心思啊。这些东西至少我在韩国目前这几天天气梅雨季节也挺闷热的啊，都能用得上啊，所以还不错。然后呢，最后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有专门的这个巴士接着我们去晚宴的地方。去了晚宴呢，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敬业和耐心啊，而且整体这个流程上面主持人也很风趣搞笑啊，整体感觉像参加了一场韩国的婚宴啊。然后呢，这个参加各种节目或者是各种问答分小组，整体来说一共有9桌到10桌的样子，每一桌呢都会分3个国家左右啊。整体来说看了一下，有小3个国家吧啊，真是遍布全球啊。参加节目做一些趣味的活动，给你这张局部照片，然后餐是哪一年的产品，给你一个小礼物什么的啊。整体来说流程也比较不错啊，紧凑。然后呢，最后就是吃饭晚宴啊。这个晚宴整体的菜呢，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出去的话，这个咱们的中餐是无敌的啊。去了之后这个整体的餐偏一点中东啊做的一点特色风味，因为旁边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犹太人啊，所以说有一些忌口的东西，每一道菜上来她都要看一下我的啊，说我这个看起来比较不错，然后她跟服务员说有些东西她能吃就换一下，然后听了一下她好像不吃花不吃蜜什么之类的吧，总之呢我们吃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整体的口味也还可以，摆盘也比较精致，还是每一样都以尝为主吧，这个剩下肚子就做完节目直接去干夜宵了啊，这个所以说整体今天的流程加上粉丝这个面基大会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呢，明天整体就是发布会的预热，加上参观总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到时候呢明天我再给你们出详细的视频啊。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